帅哥，你都没看规则你就来挑战啊？没看过，直接从深圳直接订票直接过来的。这你算什么啦？石板小板的两口粉都完了，你以为是大盆子吗？是这个盆子吗？你瞎，你家阿弟，你阿弟才不像你们，跟你们瞎。石板爆了我，帅哥有没有信心？有啊，肯定有啊，石板小小问题啊。三分钟吃板啊？三分钟啊？不是六分钟啊？三分钟你吃完不多等两箱咯，蒙什么脸啊？那这么帅，你吃完这十八粉美女成群结队的追你，你看我女朋友在这里啊。不好意思啊。那你还怕什么？ 我是为她来挑战的，是吧？那你全部送给你女朋友哦。你女朋友都躲起来了，我都不知道是哪一个。那她喜欢吃螺蛳粉啊，然后那你们男人为那个女朋友付出是应该的，你知道吗？谁叫你们男人是顶天立地的男人啊？帅哥，你是哪里的？我是贵港的。贵港，贵港的人就是帅。谢谢夸奖，不要夸了，害羞了。我老太婆都不怕羞，你怕羞？阿姨，你是不是好这口啊？一直夸人家帅。我不是好这口，本来人家就帅，像你又这么丑啊，一头白发。扮女朋友。扮。为了女朋友，为了你的妻子啊。一定要争取五香给他吃啊！还没人家妻子，现在才十七岁。这么年轻了，才十七岁啊？不读书了是吧？读啊！没说就恋爱了。我十三岁开始谈恋爱，谈到现在，谈三年半了，你们四年喽。来，阿妹，你爱他吗？谢谢。不爱，走了。他说不爱哦。别挑战了，帅哥，他讲这种话，别挑战了。他只是嘴巴上面说。全是闹。来，开始吧。开始，加油。我以为他不是拿来吃收药的，是拿来爬药的。争取三分钟吃完得五箱啊，六分钟吃完得三箱，再喝完汤都得两箱。帅哥速度有点慢了。可以的。三碗是四十秒。啊，十五秒一碗。是吧？两分钟，加油啊，帅哥！得了五碗了，不用加油，他都得三箱了，得五箱了。有女朋友在这里背后支持，你看，手也不打颤，头顶也不冒青烟。一分三十秒了，加油！一口一碗，好快哦！两分多钟吃完了。跟那个阿弟差不多，前面那个两分十五秒吃得完了，最后一碗了。怎么感觉这个帅哥吃的那么轻松啊，阿姨？是啊。哇塞，多少香粉到手了？五香不？五香啊，你来吗？我不行，太辣了。不要紧，辣椒不要钱。还喝汤吗？不喝，扛不住了。小小问题，十万。美女过来吧，你就是他的金钱后盾。美女，恭喜你两分三十四秒挑战成功，开心吗？开心，是帅哥。哦，帅哥开心吗？开心啊。你看，有美女陪伴。肯定是非常非常开心，默默的支持你，真的是太棒了，下次加油啊！你完了，全网都知道你有女朋友了。人家一点不瞒，这么漂亮的美女去哪里找？